天我们来做一个诺滋滋捏捏乐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做成功啊，好不好？能不能做成功。来，我们把它打开。水果鸡蛋。我们打开看一看，这次里面是什么样子的？海来，我们把它抽出来，里面有好多的配料，看到没有？有盘子，有镊子，还有模具。哦，这是燃料，这是装饰。我们开始制作吧。哇！这里面一共能做六个不同的，知道吗？哇！A B 教道里面，对啊。倒一点黄色，哇，都做完了，我们等待脱模吧。哎，我们开始脱模啦。哎呀，等了四个小时才可以脱模，是不是？哇，我看看妹妹脱的，哇，妹妹脱的这个好漂亮，姐姐也脱，软软糯糯的，是不是？哇，姐姐又脱了一个小花，我的天，也太好看了吧。哇，妹妹也脱了一个小花，是不是？我们把它都摆在这个地方，哇，看着都想吃了都快。哇，好漂亮啊，看做了这么多，脱模了都成功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看起来真的想吃了呢，人家太丰富了，不是呀？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到袋子里给它装饰一下，就变成一个捏捏乐了。你看，一个捏捏乐就这么制作好了，也可以挂到这个包包上，看到没有？捏起来好软啊，你看，好舒服，好解压呀，是不是啊？一共可以能做六个呢。看姐姐做的个什么？